最漂亮右手传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寒，在我身边我又来了。四川自贡美食多，兔子停楼打哆嗦，浙江全是下锅炒，三斤兔子还嫌少。开干，准备一只单身的兔儿。这个兔儿有点瘦哈，难怪是单身。事实证明，胖一点更性感。洗一盘菜，吃了这个肥油，把兔儿肉改刀，把兔肉斩成圆圆的方丁儿。先把兔儿腌制一下，增加底味，放入盐巴、料酒、胡椒粉、一个母鸡蛋，左手搅拌均匀，使劲的抓，让兔肉充分的吸收调料。下了鸡蛋后，颜色炸出来更好看。若当粘手，放入淀粉，继续搅拌，锁住水分。再来点植物油，花锅的时候不容易粘连。腌制十分钟，准备大葱大蒜，改成火壳。大葱切颗颗，再切一点泡椒球球，再来一点青花椒。这个时候的青花椒非常的香哈，这会儿的枝江比较美丽，趁现在多搞点来吃。全部切成姜丝，再准备点小米呢，切成圈圈，增大提色哈。再切一点青线椒，阿公点火哦，要得开干。一翻菜就冷结了个，啥子天了还穿西服还？锅烧宽油，五成油温，下入土鸡炸一下，快速换上。这一步只是过好油，收干水分，再20秒捞出来备用。炸久就老了哈。锅炉底油下入干花椒，少量豆瓣酱，再放入所有炒料，炒香后下入兔肉，翻炒30秒，下入枝江丝、青红椒，继续翻炒。再放一点点盐巴，一点点就够了哈，毛毛盐。再来点藤椒油，放入葱段儿，要得了，起锅。再放入香菜点缀，一份自贡名菜枝江兔儿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兔姐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一碗我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怎么？这个兔儿我觉得应该味道巴适，嫩啊，应该嫩，不要油锅时间短就嫩哈。嗯嗯，那不错，那必须的嘛。嗯，味道又好又嫩。宰这个兔子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个白色的啊，没得骨头的这个把它剔下来哈，一般老人小娃儿啊就比较适合哈。有香啊，这是浙江不来口啊。嗯，哦，有种浙江爽的很。我质量好不好吃嘛？可以。那个质量巴适的。我这个质量放少了，我敢再放一斤的啊。不辣嘴巴肉啊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要小富弄这期观众们，我上面我上面我们的人也拜个拜拜个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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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
手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饥肠辘辘饿得慌，番茄牛腩拌饭香，两碗三碗肚里装，饭饱还要喝点汤。开干，准备牛腩两斤半，先洗一番菜。这是老板娘我留的最好一款牛腩哈，捏巴骨上面的，肥瘦均匀，熬得出油哈。把牛肉改好刀，稍微改大坨点哈，牛肉要切大块点，等下要缩水，不然煮熟的筷子找不到哈，必须用篓子篓。阿公，点火，要得开干。牛肉冷水下锅，放入姜片葱段、料酒去腥，烧开出水，准备好配料：葱姜蒜切片，切成块块；蒜切成火壳；大概桂皮、香叶，没得了。准备番茄24、6、8、4、7个，把西红柿改好刀。加入开水烫好皮皮。两分钟以后去皮，这个皮子放里面会影响口感哈。改刀，切成大大的小块。番茄多一点，这个汤才粘稠啊。土豆改刀，切成圆圆的方丁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，烧油，撸头碗下牛肉。先煸炒一下，炒出牛油，煸炒至微微发焦，放入炒料，加入点生抽，老抽一点，蚝油，翻炒上色，放312克白糖，放入一半的番茄，加入清水，加入条件好的，这步可以放开水啊，烧开转小火40分钟，40分钟后放入剩余的番茄、土豆。现在可以调味了，放点盐巴，再烧20分钟就可以了。四幺幺，小妈妈水正了哎，长相就农夫嘛正在养哎，农夫在养蛇把歌唱哎，但看五幺有个短嘞呀，农村啊又在嘛江边了哎，放大家美酒嘛对熊哎慌。大人哪吃点么雄黄了哎，就娃娃儿擦点花鼻梁哦哎，大人哪吃了么眼睛亮哎，娃娃儿吃了不省喽哎，哎也闯哦哎。菜已展示完毕，撒点葱花起锅，撒入香菜点缀。这样一份非常开胃的番茄牛腩送给大家，就这个菜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哦，我请哦，要得开干。先弄个嘎嘎哦，来。嗯，这是把真的好肉。咋跑呀？必须跑，不跑就不好吃。这个酸酸的味道很爽哈，很清爽，很开胃。嗯，这个土豆也是刚刚泡就回了哈，吃三牛肉就吃这种肥瘦一半的啊，相当下饭。哇哇哇哈！俗话说得好，婆娘要吃胖，牛肉要吃胖。哈哈。嗯。真的，嗯。小吃饭，慢点汤来泡，黄的很香。先吃菜，肉的真好。就这个汤啊，不管是泡饭泡面啊，绝对是一绝哈。如果想要这个颜色更红亮一点的话，
加点番茄吐司，也就是番茄酱哈，搞一瓶进去，然后少放点番茄就可以了哈，这个颜色就比较好看哈。这个。刚刚点评下这个菜，闷的苦头。好了，旁边电视们在了。如果喜欢我要想互动这些观众们，我是阿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